旁边的这位是曾宪翔，一定要采访一下哈，因为我们的宪翔学弟。他是在上地理课的时候画画被老师抓到，可是因为真的很精致，所以就让他参展吧。对，那你对于你的上课画的东西变成展出品有什么感想？有点惊讶，就是没有想到就是会画画一下就被展出哦，就很惊讶。嗯，是没有想到这一点的，就是普通画给自己看。嗯，你是什么社团的？日本文化研究学会。所以你平常画的风格都是这样的？是。像你对于你的作品受到那么多人的称赞，你的感想是什么？受到很多人称赞当然是很开心的，毕竟没有人受到称赞会很伤心嘛，都是这样子。刚刚老师讲你有一大本都是类似这样的作品，有在身上吗？没有带。会不会你每天都带住？没有每天都带住。只有地理课才会出现？不是。